严师傅。哟，柳秘书。我已经通过了武局长的核定，打算明天调你去开测向车。哦，这个组几个人？组长是少校张一鸣，副组长是唐烨，另外还有两个从南京随车过来的人。哦，那你有什么计划？你过来，我跟你说。供的这些数码只能引出一些简单的音节和单字，但是杂乱无序，不可组合。这其中缺少一个能够聚焦这些字节的灵魂，也就是密钥。找到那把密钥，才能打开这把密锁。唐烨怎么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而且暂时想不起来这把密钥到底藏在记忆的什么地方。干爹，我怕我们只会徒劳啊。我可亲眼见过这小子身上的疫病。他一定能琢磨出来的。特别是一个关于樱花军团的最新情报，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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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好好庆祝。是。报告组长，电子测量车小组准备完毕。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副组长唐烨上尉。中尉助理工程师唐光。中尉技术员蒋兴梅，司机袁广泰。唐副组长，这位袁师傅是柳秘书专门给咱们派来的司机。别看袁师傅年龄大，柳秘书说，袁师傅的开车经验在咱们保密局可是无人能比呀。过奖。长官到，你给唐副组长介绍一下测向车的功能。是，唐副组长，请。好。这是一台美国最新生产的电台测向车，它除了收发电报监听以外，还能根据电波发出的位置测出发报电台的信号方位以及与本车的大致距离。唐副组长，咱们上车边操作边演示吧。好，行。
就在这一带，曾多次发现有共军电台活动。好了，你第一次上车，多熟悉熟悉，发现情况就搬这个钮。啊，我看看。啊，走去那边。教官来评卷，也得给你个优秀。你们看，上。你以为你们这点破把戏就能骗得了唐烨？又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是对测量车上每一个人的一次考验呀。要是唐烨发现了，他肯定会认为你们就是针对他一个人。什么呀？老袁做事特别谨慎，而且我们也是以防万一嘛，对每一个新出现的面孔都要调查。尤其是像唐烨这种从共区来的，共区来的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我说过多少次，他不是共产党，否则他不会救我出哈尔滨。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干爹您的真实身份嘛。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纪律，就算他当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也会想尽办法把我留在哈尔滨，然后交给他们的情报部门去仔细的核查我的身份。干爹，干爹，你别生气了。我知道唐烨救过您，而且还救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日本朋友。但是我跟老袁不也是为了保护你，为你负责任吗？是不是啊？得了吧。你们的初衷我还不了解，你不是看我欣赏唐烨跟你争宠，你这丫头就吃醋了。要不是唐烨已经订婚了，不然。不然怎么样？说呀，不然怎么样啊？说呀说呀，不然怎么样啊？没听说那一带有我们电台在活动啊。他们在试探我呢。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车里监听的时候，我就明白一大半了。对了，海东青的密码你们找到了吗？家里来信说，你开的那些书籍他们都找到了，全部专家一本一本的对照着破译，可惜还是没有进展。吴书记北平开会，一本书都没带，这可以证明密码不在他身上。还有件事，那个开测向车的袁师傅很可疑。怎么了？他一直在盯着我，好像是专门派来观察我的。
红衣关给我没找到，密码也没找到，现在还有人在监视我，我该怎么办？阿爷，你先别着急，沉住气，咱们等机会好吗？我可等不了，这样吧，我帮你们把测向车给抢过来。抢测向车？这几天我接连的结合报告。 说是在长春方面截获了很多共军的秘密电波。目前，国军正和共军的宵禁光部进行激战，我估计共军其他方面可能会对此行动进行一些配合行动，所以要你们立刻赶到长春去，把共军这个秘密电台给端掉。是。 报告孙站长，电台测向小组奉命赶到。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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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唐老弟，我们又见面了。宋站长还认识我呀？哎，怎么能不认识呢？那老弟是党国的大功臣呀。可像那草包黄岳夫还一个劲儿的在老弟面前吹牛皮，他就不知道那老弟早就是武器长安排在哈尔滨的一员大将了。宋站长，您过奖。一点都不过。如果不是为了救黄岳夫。 那老弟现在一定还安坐在哈尔滨为党国源源不断的输送情报呢。宋站长，我和张组长还等着您的指令呢。哦，不急，今天晚上我在万春楼摆酒为你们接风，啊，请。上次在长春啊都已经见过了。哦，对了，张少校还不太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侦缉股股长程谷。欢迎张组长，你好。请。里边请。啊，请。 不好意思，晚了。啊，这是我们别动队的熊队长。哎，唐老弟，请请请请请请，来，里边请。这个别动队是要配合小组行动的。这熊队长能力怎么样？啊，他原来是个胡子，后来被国军收编了。由于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胜任宋站长的重用。来，请请请来。 由于我在长春举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行动，基本上肃清了潜伏在长春的共军特工。现在他们电台活动最频繁的区域是在德惠的万金塔到乌兰图嘎一带。那他们电台平常活动什么规律啊？发报的时间和地点都没有规律。<笑>共军的这些电台啊，基本上是流窜作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毫无规律。 这一带离共区不远了，所以啊，每次我们接到情报赶过去的时候，他们就缩回去了。我估计啊，长春城内电台虽然被宋站长给端掉了，但是谍报人员并没有完全离开，他们得到情报只能到城外去发报。好在这一带区域还不算大，明天我们就悄悄潜进去，隐蔽的中心地带，一旦侦测到可疑信号，立刻闪电出击，怎么样？ 这办法好啊，宋站长，能不能给我们派一个既熟悉地形又精明强干的向导？好啊，我们别动队的熊大奎熊队长就是你们想要的人，让熊大奎给你们当向导。愿意效劳，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哎，快点来看一看啊！唐宋元明清要啥玩意儿？有啥玩意儿？别乱动，别乱动！千万别错过了啊！对不起啊。 走，咱们去买好吃的。来来来来，这是您看一看，好东西，真的。哎，快快快，看一看了啊！今儿半天我就不卖了啊！这位爷您看看，这位爷好眼力啊！这满桌子东西，您就看上这五件啊？ 仿乾隆的，爷，实不瞒您，您真是行家，这确实是光绪年间仿制的粉彩。不过您看这釉，这少废话，多少钱？
你跟大洋，您别给我还价。我只能付旧省通行券。最少250。这样吧，减个零头，50。不是，您是咋理解这零头的？哎，不对，多给点。50。这没办法做生意啊，你这。哎，不，行，只当我交您这朋友，贱卖贱卖行吗？交您这朋友。给50真是骂人啊！给。常来啊！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好东西啊！糖醋圆明清，要啥玩意儿有啥玩意儿啊！来看一看吧啊！来，先生要点什么？来点什么？来一根。问题，共军在哪儿？前面，你马上派人用最快的速度冲进去，一定要连人带电台一并抓获。娘，快跟我上！这个熊队长真是立功心切，动作还挺快，这么早就放枪，早把目标吓跑了。你们在这守着，我进去看看。谁先开的枪？刚才共军先朝我们开枪，我还击呀！把这破玩意儿收起来，带回去。是。唐老弟，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啊！咱们虽然没有逮着人，却摧毁了他们一部电台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功劳啊！你放心，我一定要向沈阳汇报，为你们请功啊！啊！哎呦，喂，吴局长，在办公室，北志明白，明白。唐老弟，恭喜你啊！喜从何来啊？吴局长刚才在电话里说，让你明天呀赶回沈阳，说有一件很重要的差事让你去做。回沈阳？嗯，你看看，唐老弟刚回来没几天，就深得武区长的信任，
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你。唐老弟都成了武器长手下最得力的助手了。行了，宋站长，你就别夸我了。嗯，好，今天晚上我请客，给你践行。明天我派程谷开车送你回沈阳。好啊。张组长，宋站长，我能不能告个假？哦，有什么事吗？我想趁这点时间去趟古玩街。唐老弟真有心机啊，武器长这辈子不好钱也不好女人，就喜欢这一口。行，那我先走了。好，我去了啊。去吧。哟，这位爷，您这回看看这个。我突然接到通知，明天一早赶回沈阳，就我一个人坐小车，还留在这边。你这儿没什么新东西啊？这东西不错。不是，你再看看这，哎，真不错，这样。唐爷说，他从沈阳回到长春以后再动手。不，他不在更好，这样才是对他最好的保护。况且敌人的活动规律我们都已经掌握了，没有唐爷，我们一样可以抢走侧向车。我明白了。你带你的小组这就赶过去，我马上跟西满军区联系，请他们派骑兵接应你们。哦，对了，魏旭光也会在那边跟你会合的。走了。好，注意安全。报告。进来。局长。唐爷啊，太好了，来坐。你们第一次开着侧向车到长春去，就给我立了一个大功啊！公爵就是不知道，我们还有这么先进的侧向车，多去两次，他们就老实了。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就算共军再狡猾，到底还是抵不过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孙悟空再厉害，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吴叔，这次突然把我召回来，有啥吩咐？你不是要到天津去接你岳父？对啊。明天有一架飞机就要飞到天津。我可以坐飞机去天津。谢吴叔。哎，慢走。上好的瓷器了啊。这是明代官窑的。先生，想淘点啥？三天前我在这儿看见一只宣德炉，卖了。您记错了吧？我这最近没卖过宣德炉。不会吧？那您再仔细瞧瞧。是事儿啊。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守他的不是你，是个年轻人。先生，您一定是记错了，我呀，每天都在这守摊，从来没换过人。哦，啊，对不起，对不起啊，一定是我脑子糊涂了，得罪，得罪。没关系，没关系。啊，先生慢走。张处长，严师傅，有事儿？我必须向你报告。嗯，我发现唐副处长有可疑迹象。可疑？对，他曾两次去过古玩街。啊，这不奇怪，他去买古玩呢。这奇怪的是，当唐副处长回沈阳后，他两次去买古玩的那个摊位上，马上就换人了。你暗中跟踪唐副处长？哎，不，我也喜欢古玩，没事儿也去转转，无意中碰见的。你是我们聘用的司机，干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其他的你不要管，你也管不了啊。哎，处长，
还有事儿？没啥，我只是想提醒组长一下，这事关侧厢车的安危呀。袁师傅，唐副处长是武区长亲自栽培的，曾经救过武区长和黄岳父的命。像你这种身份的人，暗中跟踪自己的长官，弄不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唐爷，把这个帮我带到天津去，交给地址上这个人。是。这东西挺贵重的，要是有人问起你，你就说这是你随身携带的行李。知道了。不打开看看？既然这么贵重，我就别看了。让你欣赏欣赏。漂亮了，愣着干什么？接着。这是我上回到哈尔滨去，你的前任上司于凤国送给我的，只可惜物在人亡了。你是古玩世家的子弟啊，好好帮我长长眼。洪一国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城管局派人抢走的，直接送到沈阳县的局长了。翡翠，老坑料，十足的水头。稀罕的是，用它雕刻成关公。不说价值连城，那也是世上罕有。没想到这个于凤国还真识货吧？唐爷，这就托给你了。明天有一班飞机回沈阳来，你就跟你岳父同机返回。到了以后，我会派车把他送到江边去。东西在哪里？哦，这儿。你辛苦了，回去告诉武区长，夫人会替他转交的，谢谢他。谢谢就完了，也不打个收据。啥收据啊？我的话就是收据。伯父。进来吧。啥时候穿上这身虎皮了？啊？我真蠢呐！当初市长和警察局长来提亲的时候，我就应该意识到，你是国民政府。嗯，啊，这个是丽文给您写的信。坐吧，军官先生。
防了几十年，最终还是栽在自己人手里了。这个王八蛋，我逮住他以后一定得千刀万剐。伯父，您先别着急，你别着急啊，您先听我说。宇文信上已经说了，是你的舅舅借了3000块大洋给我，让我的工厂度过了危机，这事儿我记着，这笔钱连本带利我一定尽快归还。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刘家俊。可悲可叹呢、啊、堂堂国民政府居然用这种下流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些守法的商人，流氓。张主任，你也别嫌我啰嗦，有句老话，再一再二不再三，共党本来就没有几部电台，绝不会贸然发报，要是今天他们出现要格外小心呀。你是说他们以发报为诱饵给我们设下陷阱？共党的情报人员绝对不会让自己在短时间内在同一个点上犯第二次错误啊。你有根据吗？我也是推断。袁师傅，你暗中监视唐烨，又对我们的行动指手画脚，看来当司机是委屈你了。不，我是为大家的安全考虑啊，为大家的安全考虑。谢谢提醒，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共产党为了逃避我们的追击，不得不流窜发布，这次一旦发现，我定穷追猛打，绝对不会让逃脱。朱长，我们应该在这个地区等距离的设计建哨，并配备相应的兵力，万一哪个方面出现问题，我们也有个照应，可以截断所有的道路，还可以截住汽车，可以让共军无路可逃。整个松花江防线几万国军，我身边又配备了一个加强班，共党就是设下陷阱也奈何我不得。上车。报告呼叫信号的方位，西纬320度，5000米，开车。回来了，啊，这位就应该是乔老先生吧？啊，这位刘秘书是我同事。伯父您好，车上请。
共军指挥台都呼叫十多分钟了，怎么还没动静？老子今天跟他耗上了，只要他一发报，就让他插翅难飞。方向2000米，移动速度很慢。开车。都安排好了，住在顺和旅馆。嗯，先让他好好休息吧。我刚才在外面碰到沈副区长了，他问我这几天是不是被秘密派到哈尔滨去了。他知道我从长春站被调回来了。你怎么回答他的？我就顺着他的意思说是呗。很好。唐爷，以后不管对任何人，都要多长点心眼儿。他不是你的属下吗？有道是人无伤虎意，虎有伤人心呢。